么十几岁就出来当兵呢？十几岁。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会去当兵啊？抗战时间嘛，日本人欺负我们呐、卢沟桥，这个卢沟桥啊，这个石边，这样子就日本人就打我们呐、所以我们在卢沟桥这边是日本人，我们这边是我们中国人，所以在那段时间，跟日本人讲，我们把这个他的兵呐、抓过来了，所以这样子就去干活啊。日本人就欺负我们了。那您出来当兵的时候，那你爸爸妈妈呢？他们家里面有一个小弟啊，一个小弟在那边。以后我到秦皇岛来，到了秦皇岛，我母亲我写信来，我拿寄好多的钱来，叫我赶快回去。说我弟弟死了，说我父亲死了，家里面没人了，就是我舅舅来帮我来这个照顾家里面。我拿了这个钱呢。我寄好多的钱呢，是吧？我到那里就是哭了好几天，然后就也不能回去了嘛。就是不能回去，很惨呐、